No, not a typical romance. I don't like plans. 눈 봐주신 타이트. 디엔조아션러들은 쉬쉬마른 这感觉能多久？我相信也曾深爱的气氛，标准反复试探，心动缓慢，你的接近让我觉得突然，有一种心跳反常不安，神经变得敏感。 你也看到现在网络上对于这个事情的舆论导向，你也知道梁洛菲背后的势力有多大。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指认梁洛菲，所以才会让一个又一个的女孩继续被她伤害。杨老师，这个事情应该到此为止了。你说的我都懂，但是有人懂过我。 有人知道我那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那段日子，我每天就像生活在地狱里一样，没有人站出来保护我、帮助我，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熬过来的。我好不容易才从地狱来到人间，过上了安稳的日子。你今天来，又让我想起了那段痛苦。 你还要让我把这种痛苦暴露在大众面前，我的孩子们面前，你于心何忍啊，穆小姐？我不想我的孩子知道他们的妈妈曾经被人那样的对待过。很抱歉，穆小姐，我真的帮不了你。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，所以啊，你更应该曝光梁洛菲，揭开她的真实面目，避免让更多的女孩上当受骗。我以为你不想让我跟他们对抗呢。那我劝你，你听吗？那在你内心深处，是支持我还是不支持我？实话。 说实话的话，我既希望你对抗到底，又不希望你抗争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